大咖粉丝 TWICE 多位成员展现真挚范心，那连在舞台上拿着 New Jeans 成员小卡炫耀给 ONCE 看，笑得合不拢嘴。而 SANA 也是 New Jeans 狂粉，不止一次在节目中提到 New Jeans 就开始变得超嗨，甚至举起双手欢呼，还在广播节目中借机安利 New Jeans。 而在 TWICE 难得能与 New Jeans 同台的影片中，也能看到多贤子瑜和 New Jeans 成员互动，定眼也盯着妹妹们看， MINA 在后方更是难得笑出一整排大白牙，让 ONCE 也都笑翻，表示美女们喜欢美女太明显啦，真的很希望 TWICE 和 New Jeans 能有跨世代的女团合作舞台。